怎么怪丑的？啊，真的怪丑的，这怎么回事？我明明打光的。啊。好黑哟。Hello。嗨，我回来啦。嗯，还挺快的吧。别打光了吗？这样打还不错。哎，我拿个东西把它给放在这儿。好，非常完美。说上那个，我拿我的美图手机回来直播了，因为我的美图手机没有卡嘛，然后回来连上那个。连上那个就是 WiFi 就可以直播了，光还可以啦。对，成功回到了寝室，明天就开不了直播了。哦，这样啊，头顶又是绿的，还好吧？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到寝室就是。就是在寝室里面直播，头顶绿绿的，不知道为什么。哦，那还是可以啊。电台不限制，我稍微补一下妆，因为跳了公演之后就没有补过。哎，没有嘴巴的染味。今天大家重生了，谁重生了？谁？晚安电台也是不错的啊，除声古风景可以。我给我自己添个嘴巴。好的，一星星。不存在 ，OK， 非常稳，非常稳。重振古风劲没毛病。哎，三七来的时候我该叫什么呢？三七来的时候我叫饮水机。照顾好，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徐慧丽小朋友暗恋的是我。什么东西啊？我叫，不是说重生古风机吗？我不是自恋好吗？我就又不是那种，我不是那种，就是会套路小后辈的人。不，也不是套路前辈，就是之前包括在广州，我也不敢去套路前辈的。然后那个，就是之前的那个，反正徐慧玲小朋友给我送过，他不能叫他小朋友，还给我打，不好意思。哦，这个年龄说出来不太好，不好意思。就那个什么，就是之前的那个绵绵冰啊，还有。土豆泥啊，还有昨天的蛋糕，是他送给我的。推空调吧，叫什么呢？那就是叫空调机。没有，我的眼神不要飘，你们的眼神也不要飘。他明恋我，不好意思，我那个我说的不对，他明恋我。我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对不起，你们忘了啊。遗忘魔法，忘了。谢谢送的玫瑰。
摸什么？咦，明眼看，明眼看。你们看今天的公演感想就只有重生吗？难道不觉得今天的公演很厉害吗？就是都不夸一下我，哎呀。谢谢谢谢。周冰清跳舞很好看。我第一次全开麦，然后就不太会把握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控制那个声音。下次我会表现得更好的。今天我的舞，我今天的舞都没有翻车，厉不厉害？可能有一点小车，不要在意，但是基本上都没有错。哎呀，我也厉害！忘记发水珠，我是舞蹈组的，我是赢的那一组的。哦，重置是那个有点太紧张了，不算。为自己鼓掌！进到今天的公演迎跳舞，我们今天跳了《剧场女神》、《瑞威尔》，然后《梅洛斯之路》，然后，谢谢。其实我当时唱下来，白白当时还说我放的是这是录的。我当时还好得意，天哪！我唱的跟录的一样，但是发现还是想多了。哎呀，谢谢送的红包，黑眼圈好重，最近是睡得挺晚的，但是好像接下来也不能睡很早了，因为要学的东西还挺多的。嘴瓢怕是治不好，知道好了吧？就唱一半，在有限的生命里，到你们。因为我真的很忙，谢谢。这颗痣吗？旋律木喜欢吗？今天不管是 C 队跳的还是 K 队跳的歌，我都很喜欢，都很想跳。谢谢送的朋友，哈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没有跳到最好的感觉，但是已经尽力了，可能是一些基础的问题吧。我觉得如果再练练，对，然后就今天不是对抗环节，我跳的是爵士嘛。然后，就是我上一周多前开始接触的一个没有跳过的舞，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希望以后可以就这样学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就可以跳得更好。可以跳 Riva 啊，跳什么，跳那个梅罗斯之类的比较难的歌，还有比如说以后有机会跳 Uza 的话，可以发挥得更好。谢谢松的全奖，谢谢松的元宝。爵士是跟老师学的，重置是，我如果要去跳一个，就是唱一个歌或者是跳一个舞，就是哪怕是16人的，我都会再去 B 站去搜一下那个，一些视频，对，一些前辈跳过的来学习一下。重庆市的一般都听过的，最喜欢哪首？这场公演里面，
我都好喜欢，哎呀，选不出来，不说了。对，四八偶像节快乐。这一只手也是，这一只手之前可以跳过，我们没有跳过。谢谢，蜘蛛的话，其实像 solo 虽然会去学习，但是我还是希望靠自己多练，唱出自己的感觉吧。蜘蛛真的，之前蜘蛛是我以前就当粉丝的时候，我唱到副歌就会泪流满面的一个歌。我本来以为今天我不会哭的，然后结果唱到第二段的时候还是，哦，唱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还是，就是，哎，怎么眼中饱含泪水？舞蹈多一点，唱歌多一点。其实我现在舞蹈和唱歌都不是很好啊，所以就都还想练。今天没哭成，那是我的偶像染味这个人80斤，偶像包袱420斤，真的吗？直播看得那么清楚的吗？哎呀，真的是。其实《蜘蛛》这首歌，开始就是拿到节目单，我知道要唱那个《蜘蛛》那首歌的时候，我其实还挺复杂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怎么说，就是当时不是17升的前辈，最印象最深刻的版本，果然是就是浅水湾17升前辈的那个公演，当时就真的。反正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哎，所以其实自己在剧场唱《蜘蛛》，我觉得，就感觉不一样吧。对，其实如果想到，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作为后辈，然后，虽然我是 CKG 的17升嘛，但是作为后辈，我真的觉得，这还是很幸福。现在，谢谢。上好，会加油的。其实这首歌，我觉得。还是要经历多一点，说不定唱第一句就会哭了。没有没有，哎呀，我平时很少哭的，真的。今晚还练舞吗？今晚就休息一下吧。哇，在现场厉害，不可能！谢谢送的英文棒。我哭你们就笑，哼。早点睡觉，可能会吧，真的还挺累。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你们的支柱，你们已经是我的支柱了。不会练的，今晚再练真的会死。可能明天，哎，明天我们放不放假来着？因为我们有一些。要学的就是咪咕的东西，是明天学还是后天学，我也不太清楚。哭的时候来份圆圆饼打扰了，真的吗？我哭的时候都是好看的，没有哭的丑的时候。过分。应该会学到自然醒。七七。怎么可能？我是一个韧性很强的，对，韧性很强的小天才。然后就我当时哎，说完话我背过去，我就把眼泪抹了，然后保持微笑。
我睡眠质量很好，就是开着灯，然后不要太吵，我都可以睡着的。看完照片就不一定了，看我的照片吗？哼，只准看我的照片。不是任性，是有韧性，那个韧性。我不知道，就是对今天 MC，当时是跳完那个 river 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觉得嗓子有点怪怪的，然后当时讲完 MC 就有点怎么说，反正就当时就调整也调整不过来，不过没事，现在好多了。就是当时下来喝了一杯水就那个没事了，完全没事了。他们都有点吓到了，哎，可能是灰尘吧，可能是 carry 我的时候太激动了，对，我的口音我没有口音，怎么可能是痰？表演刀舞，Excuse me。不是小偶像都会游到最后的吗？我也很喜欢今天的发型，这个蝴蝶结是我自己的，阴间兴奋，不想修图有点多，慢慢来嘛，讲一讲，真的很兴奋今天哇。哦，我今天跳的都是什么歌啊？哎呀，我居然可以跳这些歌，我居然可以在星梦剧院，我们 CKG48 星梦剧院跳这些歌，我太幸福了吧！骗人，怎么可能小偶像守到？你们难道不想看到小偶像表演吗？好，祝你吃到鸡，不哭不哭。没有啊，这个蝴蝶结是那个，就是自带的。哈哈，谢谢，我也觉得我今天很厉害。我不常夸自己的，我觉得我今天很厉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小偶像，活到最后可以多见到小偶像。哦，回放真的我都会看好多次的。就像女生我也很喜欢，不哭不哭，风里雨里郭瑞等你。今天夸了自己，两位夸了自己无数次，我已经看了，不好意思，我看了动图。剧场里的女生是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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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不赖国瑞，怎么可能？国瑞这么好看，国瑞的染味这么厉害的。跳过糖，跳过呀。但是那次跳糖，跳的不是很好，我觉得。等我生日的时候，你们带来一次完美的糖。你今天过年很开心吧？糖教，我觉得糖教非常不错，当然咖啡教也不错。国瑞没有好吃的，重庆有很多好吃的呀。如果可以吃辣的话，有很多好吃的；不能吃辣的话，好。我这不是剧透，这我之前都说好了的。开头没事没事，我喝了杯水就完全好了，是吗？我没有在夸自己，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两位。两位国瑞智商担当，
糖是我生日的节目之一。好啊好啊，我是教主，我是绵绵冰教的教主。有机会，肯定有机会来上海的。今天晚上别脑筋急转弯啊，今天脑子转不动，真转不动。发际线粉怎么了？发际线粉在我们后台可受欢迎了，他人气可高呢。先吃饱再来，好的。谢谢，晚安。怎么是退教入教好吗？哎呀，我的发胶，天呐，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就是在做造型的时候，发型姐姐在说我染为你这个刘海真的越来越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我去开个门，请进。开啥子黑？我在直播，我等他。妈，你要来蹭一下吗？没有啊，我卸就，妆了。你卸妆了？哦，对哦，对对对，不好意思。要直播到多久？我不知道。那我们先下来，拜拜。拜拜。对啊，第五人格是我们聪明人玩的游戏，我可厉害了，知道吗？我上次把我们五个人开黑，我当监管者，我开始还很伤心，我觉得我肯定就是要被嘲笑了，然后结果我把他们四个人全抓住，不难过。我太小了，我这么高大威猛。第五人格很好玩的呀，不是五个人开黑，是一个就是随机抽一个人当监管者，然后我当监管者了，不难过不难过，我们随时都在国瑞等你。那个地窖是怎么回事？你们不知道地窖吗？我的气场那么高大威猛，就是那个就是地窖已开通，地窖就是在那个地图上面随机会出现的一个方块，一个方块，对，那是一个通往地下的门吧。然后当那个密码机破了两个之后，会开通地窖。然后当那个你的队友全死完，对，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地窖逃生。是这个意思，地窖是随机刷新的。我开始也不知道地窖是什么东西，直到有一天就是也是在后台我们在玩的时候，然后就我突然就是他们都死完了，我当时很绝望，怎么办？还有那么多密码机没有破，然后我当时看到就是地下有一个门，诶，这有一个门，然后我走进，哇，可以下去，然后我就点了，然后我就发现我逃走了。哪有？我在我们国瑞，我身高算还好的，我会长高的。黎明杀机不知道哎，CCT 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回学校哦，对，今天是你们那个放假最后一天是吗？魔术师，我觉得隐身的那个时间太短了，密码机不好找啊，地窖，密码机很好找的，地窖不好找。我不是，我比田千岚和曾家高的，真的，真的，只是当时排那个我们集合的战队的时候。我确实是占第二，哦不对，哦我不好意思，我占第三，星耀前面是第二，然后我没有什么意思啊，然后就当时我就是让着索拉和田千岚，然后我就才占的门，哎没有，星耀前面可聪明可聪明，吉他买了呀。
但是还没有拿到，因为这两天排练没有时间去拿了。对，明天就可以去拿了，开心。我之前跟那个毛一涵已经学了一点点吉他了，绝不准挺好。我是你的终点吗？我是很谦虚的。表情包我有看到啊，我有看到呀。微博嘛，微博我都有看到，谢谢。没有，我真的是一个，就是我开始真的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一个肥宅，真的。你听我弹吉他，我学东西应该还是挺快的，到时候学了就找机会在微博啊，或者是有机会现场表演给你们看。颜值还好了，我长得很普通的，真的。我以前在我们学校，就很普通吧，就不是那种，那种就是会很多人都会觉得你很好看，不是粉丝的吉他，很普通的吉他。哎呦，谢谢。我就是因为看了《轻音少女》，然后就很想弹电吉他，但是一个人还是买的普通的吉他。真的吗？那我就长得有一点好看吧。一点点。说实话，有粉色的吉他我还挺想买的，但是没有。谢谢，这样比心比的有点熊，是怎么回事？对，世界第一吹过了啊，吹过了。我想，不做世界第一，做你心里的第一。衣服有点胖，真的吗？我哪里很多套路？我套路我一双手都数得过来我的套路。我给你们表演我刚学的两个套路吧。对，有两个，想不到吧。大家好，我是今天出道的二七声鼓风机，谢谢大家支持。没有，我是冉蔚。不在意身高，我会长高。谢谢送的四个元宝。好，我给你们表演哈，那个啥，哎，等一下，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想一下。古风机在这里呀，古风机来找你们玩。古风机没有找我玩，来找你们玩。我想一下是什么来着。啊，我忘了，等等，谢谢送的 CD 的元宝，我怎么忘了？哦，我想到一个，就是，你知道吗？我其实很怕你，我很怕你们的时候。我真的很怕你们。我怕，
因为我有点怕老婆。哎呦，不说了，真的是走了走了。哎，套路是什么东西嘛？真的是。我本来不想讲这个的，没有，哎呀，不，你说我好不容易讲个套路，可不可以鼓励一下咯？真的是，啊，我也有点恶心到了，我缓一缓。哎，我充电器呢？我把我的小手机充上电。我再说一个好吧？我再说一个我刚刚没有想起来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对男犯很不公平，然后我本来想讲另一个，但是另一个我没有想起来嘛。你们等我查一下。怕不怕老公？等我把那个想起来，等一下。谢谢，再来一个嘛！我身高多少？我身高1.6米。谢谢，因为我之前存的那个套路，我觉得那个套路写的特别好。我分享给你们，但是我手机没电了。什么更好耳？可以呀、啊。我跟谁住？我跟毛一涵住。为什么要去吃胃药？我记在我手机的备忘录上面。我今天也开心。好啊，套路也是用真心说的。其实你们为什么会跟我讲套路，我会很不好意思的，但是就可以，为什么会什么都可以说呀？什么套路啊，什么其他的，什么聊聊嘛，反正互相了解一下。两位的套路这么一点。生气啥？开开心心的啊，今天。最萌身高差。毛衣很高吗？毛衣很不高。套路是真心说的呀，如果不是真心的，就是喜欢一个人的话，怎么会对他说套路呢？怎么会还去查那些套路呢？是吧？毛衣好像不知道，去浪了吧？不知道。哦，对哦，哦，他回家了。毛一涵这个父亲啊，对，他应该是回家了，他不跟我说，他都不跟我这个舍友说他回去了，他留我一个人。你们知道吗？我之前在其他寝室，我不是我之前在其他寝室玩的时候啊，
就毛一涵，就当时隔天，就是我在其他寝室睡觉，隔天早上才回来，毛一涵他就跟我说，就是你晚上还是就是他一个人会怕嘛，就希望我回来睡。然后我那次之后就是不管我到别人寝室玩到多晚，我都会回来睡觉。然后他就抛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不会怕，哎呀，说一说，我不会怕的。哦，我查到了，好啊，好，跳过这个话题啊，跳过这个话题，我还是很喜欢毛一涵，毛一涵很喜欢我的，毛一涵胆子比我小。叠一下被子，我可以用我的头挡住被子吗？我没有百度，我是记得备忘录。这个不分性别啊，你知道什么糖最甜吗？你知道什么糖最甜吗？我们的喜糖，哎呦，对对。说了，谁教的我这些？我之前就是突然在 B 站首页好像看到那种套路的视频，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被撩到了，然后我就说，哎，那我去学一下这些套路，你们会不会被我撩到呢？这不是油腻，我是真心的想撩你们。为什么出坑？我这么努力。然后就被受恶心，然后我也受伤。好好好，就是，哎，我套路也不会说好多的，好吗？我就会这两个，不是，你们。你们看我的手机备忘录，就这两个，可怜可怜我，就这两个套路，哪里尬？明明那么甜，不来了不来了，哎呀，再来两位就没粉丝了。行吧。我给你们表演一个，就是另一种叉腰，就是不是那个，就是之前说花式叉腰这个嘛，哼，然后给你们表演一下花式的，我不油腻的，哎呀呀。不是多动症，今天比较开心，对，今天可能没吃药。我在我们队算抖音没怎么看的了，可能是吧。我吃我们两个的喜糖吃多了。今天啊，没有没有，好，你来，不好意思啊。
好，大家好，我是 CKG48 Team 7的两位。今天表演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嗯，今天表演，我觉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Unit， 今天的 Unit 吗？太恶心了吧！乌那个木马左边一个木马飞起来的木马，哎，受不了，受不了！哎呀，我可是直男，什么东西嘛？那个是，哎，后面是李珊珊，后面是毛一涵的床，这个是毛一涵的床，这个是我的床，好，我挡一下。旁边是马路。对啊，我是双子座。我沉稳的时候非常沉稳，那个什么，就是我开心的时候就是人来疯。啊，没有，我说马那个公路，公路。我能挡一点是一点嘛？雨天是同默，或与撒旦一同沉默。哎，这个不错，我感觉下周的空，这个我们都要吃喜糖。我什么时候沉稳过？我练习我跳舞的时候什么的可沉稳了。我坐过来一点，我不给你们看我的床。我的蝴蝶结，好看呀，这样我给你们看啊。我觉得我今天的发型老好看了。没有啦。这个发型是挺好看的，谢谢。双面偶像如果可以学的话，我也很想学的。是吗？因为，哎，就是我之前就比较怎么说？比较内，那什么，那叫内敛，对，比较沉稳。对，其实我是一个沉稳的人，但是当了小偶像，就是像直播什么的，然后这种互动啊，可以。就是让我们互动性更强一点，所以就话痨一点吧。我不是谐星，我也不搞事，我很乖的，真的。就什么那个小时候皮的事情啊，然后什么，就之前我有个没答的晚安话题哦，是好像是在教室做过什么很皮的事情啊，我都想不出来。对。是吧？我一出道没什么定位的，因为我想就我本来也是个很普通嘛，然后我也想不到我有什么可以就比如说调啊什么的，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一开始也没给自己找什么定位什么的，就大家我们一起慢慢去发掘嘛，然后后面我就觉得我还是挺正统的，是吧？明天写什么晚安话题？明天写什么晚安话题？明天写，这个问题太难了，下一个。对呀，对呀。所以说，做自己嘛。
优秀不优秀，想要优秀。我也，哎呀，我也希望你们开心嘛。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优不优秀啊？一方面是为了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嘛，一方面就是想要支持我的人也可以开心。我之前看到过一段就是说的很棒的话，就是关于偶像的，就是犯一个偶像，就是从偶像上面得到的东西，对，从偶像上面得到的东西也是我觉得我想要传递给你们的东西，就是开心是一方面，就是快乐是一方面，然后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自己，对，你们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也可以变得以一个乐观开心的态度去面对一些困难，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反正就哎正能量嘛，反正哎我也不会说我真的不会说话。两位觉两位课堂没有，我哪里官方啊，话都捋不成都还官方嘞，我也很想官方发言啊，你们知道吗？会就是慢慢会官方发言的那种出口成章。真的努力官方。大王在吃龙虾，我也好想吃龙虾。哎，你们今天晚上吃了什么呢？我今天晚上吃了那个啥。哦，我跟册子、跟潇潇、跟索拉，我们去吃了那个分米鸡和芝士排骨，然后吃完我们还去了一家抹茶的甜品店。嗯哼，对呀，所以我希望我在你们面前都是开开心心，也不是表现的多么开心，好像我本来就挺开心的，对，人挺没心没肺的，嗯。晚上没有吃减肥吗？晚上要多吃一点哦。晚上还是少吃一点。对，我之前听一个什么，一个老人家说晚上要少吃一点，因为晚上吃多了会对胃有负担。对啊，我随时都挺开心的。我小哭包都是感动好吗？怪兽前辈常说对，但是今天就是吃的比较丰盛，就是今天司法节骨眼跳的，我觉得你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所以就稍微奖励一下自己。见不到我的时候也要开心啊，就我就说就是我还是个粉丝的时候想法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我这么喜欢就是想要就他该给我快乐的人就是这么存在，会不会太佛系了？我就很开心，很有动力。见不到我更开心，还是见到我会更开心。直播后的一周怎么办？见不到的时候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因为我在没有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就是为了怎么说？就是为了在舞台上面可以带给你们很好的享受，
然后所以就一直会去练习一些东西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你们在我看不到的时候呀，也要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对，才会让我很开心的。我不是零零后，我是那个99年的。对，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会因为我的存在，让你们的生活，可以开心一点，正能量一点，我觉得做一个偶像已经非常，非常就是，满足了吧？也不是非常满足，哎，就是小小满足。跳舞 Riva 肯定要用力啊， Riva 和梅洛斯就是那种的感觉吗？那好啊，我就要努力怎么样？哦，不好，不对，不是，哦，没有，忘了，不好意思，没有。好。我说了什么？没有。哎呀，真的是烦死人哈。没听见。我脑筋转不过来好吗？谢谢。我没开课。扇子，那扇子质量挺好的，我觉得。头大反应快，我反应很慢的，你知道吗？就是毛一涵应该是深有体会吧，就是我在用手机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刷微博的时候啊，用口袋四八的时候，如果毛一涵当时跟我说什么话，我是绝对会，哎，你说什么？你再重复一遍。就是我干不了两件事情，就是我一心不能二用。对，哎，不要打扰人家吃龙虾，吃饭啊，吃饭，多么大的事情。两位的人设是机智，我们旁边是那个公路，我们旁边是公路。小龙虾很好吃的，没有，我干什么都是那样子的。就是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来跟我说是另一件事情，我就会就是还在干那件事情，然后过一会儿，哎，你刚刚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要问的人是天才。好的，你们有些人还没吃饭，不谈吃的。对，是专心。软吗？有一点吧。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好像跟你们说过吧，就是我学过一小段时间的跆拳道，后面为什么没坚持下去呢？因为我们小学的跆拳道馆倒闭了，变成了一个菜市场。几点了？佩奇侠，我就这么随口一说，你们怎么就记着了？我现在觉得自己都智障。快到12点了，那我们再直播一小会好不好？
对，再直播一会儿，我也不想你们太晚睡。我们可不可以跳过佩奇这个话题？多直播一会儿。哦，对哦，我还记得之前，哎，我之前都是一定会在12点之前关直播的吧？除了刚搬中心非常兴奋那次啊，跟毛一涵嗨了一晚上那次，就是不想打扰你们休息。对，虽然有时候也会很兴奋，但是我不能让你们陪我一起兴奋，陪我熬夜啊什么的。你们有时候你也还要有事情。我不困啦，我怕你们困了。我真的不困，真的。这一周其实今天也都周六了嘛，然后那个，对，后天就是下周了。控制直接。对，明天你们困了就早点睡。年轻人，年轻，精神的还想跳个舞，跳个舞打扰了。要跳舞吗？还有多少电啊？我看一眼，还有18%的电。7天什么意思？就是两次直播必须要相差7天吗？这么变态的吗？对不起，我不是第一次口袋。唱歌吗？你们想听什么呀？这样啊，我的天呐，你们想听什么？今天册子夸我声音自带混响，开心。诶，有吗？都行啊。不，凉凉打扰了，凉凉打扰了。重置室也，重置室，你们可不可以等我那个就是那个录下来的嘛？唱多了就不想听了，我怕。小半唱起来有点，那等一下，那我先唱吧，我都看了，我都看一下，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等我一下下。期待小偶像1个月直播一次，诶，光荣这首歌，我以前出那个全职高手的时候唱过，就当时是快闪，想不到吧？我唱过，我当时出的王杰希 cosplay 嘛，然后就唱的光荣，当时。带王送东西了吗？我怎么了？我以前也一直以为我是那个就是绝对不会出男角色的，直到我看了《全职高手》，直到我看了《全职高手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
光荣。K 队的最后一首歌是光芒，不是光荣。哎呀，你这个一看 C 队粉丝是吧？懂，心潮翻涌，这是开始，不是最终。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我给那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我不太会唱了，太久没有听了。感谢你对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哎呀，我真的不太会了嘛。换首歌吧，换首歌。对啊，光荣很老的歌。谢谢那个 C 队的音乐吧。啊，我的声音是低可以很低，然后高也可以很高。哎呀，但是我可能就是技巧还需要锻炼，对，我不太会把握。好汉歌不是上次唱过一次，你们都说打扰了吗？你这次再唱肯定一堆人告辞的。夜风会翻车。我找找啊。我突然想唱一下剧场女神，我唱一下剧场女神好不好？夜风不高不低啊，那好吧，下一首歌唱夜风好不好？听过了再听一遍嘛 ，solo 版，两位 solo 版好吗？上舞台，努力拼搏的你，总在耳边听到别人说起，就让自己迫切见你的心，化作了动力奔跑来见你。有权受限的交集，总是不甘心选择放弃，只是想见证你圆梦的奇迹。剧场里的女神是你，终于我坐在了这里，触手可及距离的靠近，才发现有你完美身影。剧场里的女神是你，第一次来到了传说之地，比起电视杂志中的美丽，更喜欢你在舞台闪耀无比。好，唱一段吧。我去接一口水，对于唱歌还是要喝一下水。等我一下啊，杯子呢？
我飞来了，老子回家了。打拉崩是什么东西啊？对吗？哎呀，我唱的不是很好。您的主播回来了，是吗？告辞，告辞，告辞。眼睫毛，什么？这个夸的点，就是当时填特长。特长的时候我不是填了一个夹娃娃嘛，然后我当时本来想皮一下填一个睫毛特长哈。Wink 啊 Wink 是吧，厉不厉害？这里需要掌声。头特大是什么？我的 Wink 哪里丑了？这都丑吗？哎呀，左眼右眼一直换，你们这个等级要求这么高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怪智障啊，真的怪智障。我是大小眼吗？我有一点点。唱一个暖暖吧，刚刚有人点暖暖。讨厌，凉凉打扰了，暖暖。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带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切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得到，我们两个躺着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保暖。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很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不好意思，你比自己更重要，变更好。哦，对，零点了耶，零点了，那是怎么办？
我有点舍不得，因为下一次是7天之后了。我就睡觉，我可能过一会儿会，因为今天有点怪，因为可能是今天跳了很多，就是怎么说，就之前就是很久很久以前会在那个就是在家里，就看着前辈们的那个现场 live 啊什么的，就会想象自己的唱那歌，感觉今天就是，就很开心，反正就哎呀，啊我真的不会表达，反正我真的很开心。累了就休息啊。好啊好啊，对，真的很感慨，就是做梦一样的感觉。所以之前就是我最早看的是冰山岭，我最早看的是浅水湾，想不到吧？但是好吧，那就我手机也没多少电了，那就准备快睡觉了吧，是吧？今天的录播也要看哦，我等会也会去看录播的。送礼物是送到剧场呀，就是好像是就是反正有一个规则什么的。我有看到，好吧，我所有的节目都会看的。还有5%。出框打个嗝。对对对，好了好了，晚安吧。真的吗？真的吗？好的，晚安了。好，今天鼓风机出道，鼓掌。出道表现得非常棒。不会的，会很开心，但是，就比较兴奋。谢谢。好的，我会加油的。古风机好久开微博呢，你们可以先去那个两位前辈的微博下面。就是看一下我，好的，拜拜，晚安。好，拜啦，早点休息。真的拜拜了，真的拜拜了。7天后再见，还可以，电台见。哎呀，放了一下镜头，拜拜。对，电台见。